六连正在进行每月一次的单杠擂台赛，按照训练大纲要求，这个动作完成八个就算合格。战士们都说，别看它看上去难度不大，而实际上做起来却十分费力。就不允许前后摆动，就是我们这个中间你摆动幅度不能超过20公分，你只能是硬拉，就是垂直的，就是身体就是一个板一样的，这样上下动上下动，非常难的。那很多人拉个十个就拉不上去了。十二人，有点滑手，手有点滑，他们没用对。排长是怎么做的？最近拉的手不一样。我这个平时也就是能拉个16、17个吧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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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好。来，冬林快！冬林！单杠王者，冬林！单杠王者，冬林！我们上一届的擂主，林强。好。被战士们称为单杠王子的是一名入伍不到3个月的新兵，他叫林兴祥。4、5、3、4、3、4、5。所以当时呢，就是我们没关注这个小伙子，他们班长后来跟我讲，就是平时以前在习民联的时候最多也就拉过20多个，没下子拉了这么多。林兴祥一共做了38个单杠，不仅远远的超过了其他战友，并且也超过了自己平时的水平，夺得了本月单杠擂台赛的擂主。而他的努力就是为了能加入800米障碍战斗小组。这一天的最低气温是-18度，一大早一辆水车已经在训练场往返几次了。这是战士们训练用的啊，一个水塘。对，他们也比较辛苦。对，他们是要在这个高台上跳进这样冰冷的水里来完成这样的训练。你看过这种训练吗？看过。嗯。他们说实话比我们确实辛苦太多了。其实我内心也感觉比较心疼他们了，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一种任务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完成它。这就是六连的800米障碍训练场，这个深4米的水槽，往里注满水后，官兵们要从3米高的跳台上跳进来。而和这道障碍一样，从这里依次排开的10个障碍，每一个都有着特殊的难度。障碍的标准呢是高于特种兵训练大纲的标准和要求的来进行设置。那么六连为什么不甘于进行普通的障碍训练，而要给训练增加难度呢？这项增加了难度的800米障碍训练又搞得怎么样呢？第一个障碍就是高台跳水。很多时候我们训练之前是拿锤子先把冰敲开，然后人再往里面跳。那入水的一瞬间，基本上人一开始是非常麻木了，四股的凉。就是全副武装，背枪带钢盔，所以说就是身上的负重也很大。这个跳下去之后，你身体就感觉突的一声，就像被触电的那种感觉。
老兵们的这些感受，对林兴祥这样的新兵来说还体会不到，因为之前新兵们还没完成过这个动作，但他们在高台上却是站过几次的。当我站在那个3米的跳水台上面往下看，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景象，甚至你跳下去那一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个水冰凉的从脚底开始往头上冒，那个心里是要承受多大的压力。尽管新兵林兴祥的基础不错，但想加入800米障碍战斗小组却还有着很大的差距。这是6连班排的宿舍，每一个房间内的正中间都悬挂着写着英雄名字的一面旗。战争岁月，英勇杀敌的这支连队享誉全军，英雄刘四虎更是一名不怕死的战士。他是在1950年第一届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上，然后获得了由毛主席亲笔题写的特等战斗英雄奖状，然后并作为这个全军英模榜排名第一位的特等战斗英雄。1948年，刘四虎参加了瓦子街战斗，与国民党军交战时，他立下了传奇战功。他是一人面对团团围住自己的十几个敌人，是像红了眼的豹子一样冲入敌阵，一连四次7个敌人，那刺刀都平完了，后退，最后自己是身中11刀，成了一个血，然后昏迷了10天10夜才被抢救了过来。在6连，像刘四虎这样的战斗英雄还有很多。161场战斗，6连的旗帜被鲜血染红。国防部和中央军委分别授予他们“硬骨头6连”和“英雄硬6连”的荣誉称号。不怕苦，不怕累，能打胜仗，作风优良。任何艰难困苦面前，会绝不低头。而且是永不言弃，永不言败，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拼搏，去争取最后的胜利。6连面前无困难，困难面前有6连。和800米障碍的高台跳水相比，之后的越火障、卧云梯、爬泥潭等9个障碍的难度还有所增加。这是过泥潭，而这里面的却不是普通的心理。我们连队自己包括向上级申请买了3大卡车这个火山泥来进行那个搅拌。现在这种泥呢粘性非常大，人在里面如果说你不用介绍会完全被粘住。每次训练800米障碍，6连官兵会分成2个战斗小组进行对抗，而每一个战斗小组的成员都是由素质过硬的老兵组成。我是挺佩服我们的战斗小组的，一个是承受能力那么强大，第二个是在这么危险的还能这么井然有序的这边弄把这个拿下来，确实我是佩服我们这些老兵、这些士官跟我们这些老班长的。杨树林也是800米障碍战斗小组的一名老兵，但现在他的胳膊上打着绷带，不能参加800米障碍训练。没离开过这首歌，是杨树林近一段时间最喜欢听的。对他来讲，歌词意境所表达的“没离开过”，和他几个月的心境十分符合。其实我对他的了解啊，就是他是那种，就是干什么事情啊，他是比较有性格的，就是性格比较硬。杨树林入伍已经8年了，2期士官。在6连，他一直想当一名像老班长那样的越障高手。
他有个外号叫障碍王子，他就是我们有400米那个渡海的脑障碍嘛，他是隐形脑障碍的时候，他就是班里面第一名的保持者。然后之后我听他说，他对我说过他怎么拎障碍的。我们班长他个子还是比较高的，他大概有1米8几。他身上就是感觉有那种硬汉的味道。对，是。老班长退伍了，杨树林向着障碍高手的目标努力。然而就在3个月前的一次小组对抗中，杨树林却在过云梯时意外受伤。啊，当时往下跳的时候，手当时身体还没有转过来，当时左手然后就松开了，身体还没有转过来，重心还没有掌握好，导致就是身体直直的往下坠。从云梯上摔下来以后，杨树林突然发现自己的右手不仅刺痛，而且不听使唤。右手扣紧，你扣紧啊！准备去拿枪，但是拿不动，根本拿不起来，然后就坚持的用左手拿枪，也没想太多，我感觉自己，我说自己的手出问题了。应该是右手持枪了，怎么突然是换成左手持枪了？我们还以为是出现了什么问题，还想骂一顿呢。杨树林在右胳膊受伤的情况下，为何没有中途退出比赛？只用一只手，他又如何完成高难度的800米障碍训练？军事纪实正在播出6年的硬投。虽然右手疼痛难忍，但杨树林并没有中途退出，而是一边拖着受伤的右手，一边左手持枪，继续参加800米障碍训练。另一个战斗小组的战士和杨树林齐头并进，他最先发现杨树林受伤了。啊，当时看了的时候呢，就是很想过去，就是帮助他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那当时跑的时候问了他一句，就是说你行不行？让他说不要管我，我肯定会行。然而杨树林面对的这个泥潭却是由粘性很大的火山泥搅拌而成的，只能一只手用劲的杨树林迎来了更大的困难。平时我们用两只手在那爬，都是整个身体被吸住了都爬不动，但是他就一个人用左手右手用右肩膀在那里顶着那个篱笆，有时候跟他平行的时候还看了一下，他那个右肩膀下去半边脸下去，他要在那里挣扎2-3下才能爬起来。当时疼到我感觉身上都冒冷汗，那种都刺心的痛。因为当时我的内心还不确定他到底就是伤成什么样，因为他也在往前面努力，当时体能消耗也比较大，所以说一直都没有让步他。就是在这种比赛的情况下，就是头脑中一直还有那个意识，要夺了这个红旗。当杨树林在艰难爬出泥潭之后，连长才知道了他受伤的情况。退下来，不要带着这个伤再上，可能危险性更高。然后跟他讲，他不要压，他讲我能坚持，你放心，我能坚持。因为我当时就在离他不远处一个场地，他跟我讲我能坚持。然而杨树林要用一只手完成所有障碍的难度，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。爆破的口令全是我下的，我就看了他一下，我问他行不行，因为爆破这个时机要必须在一个就是说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，因为只有在快速的爆破之后才能就是顺利的掩护战友前进。引爆战友包具有相当的危险，这要求战士们的动作必须准确快捷。
尽管杨树林的右手不能动，但在此时他已经完全豁了出去。我感觉我自己如果要生在这个组的话，无论自己怎么样都要把障碍坚持的过完。他左手拿着按住那个炸药包，拿那个嘴巴咬住那个拉火环，因为他右手已经失去知觉，没法再做完成这个动作，他就是用自己的左手捏住拉火管，用自己的牙去拉住用牙咬住这个拉火帽，然后就一甩头，把这个就是像这个拉火管点燃，然后迅速再返回卧倒进行爆破动作。当时蹲着，然后手抬不起来，我手一直垂着，然后左手就是扶在这里，然后上就用牙签咬了一下，还能扯完之后，然后就这样跑回去了。这个不到两秒钟完成的爆破动作，对右手带伤的杨树林来讲，完成的异常艰难。这一幕也让六连官兵记忆深刻，特别佩服他的。当时想到他就是用嘴巴去咬那个拉火环，确实挺感动人的。因为毕竟一个人他的意志那么坚定，他可以就是那个拉火环就差不多快嵌到他的牙齿里面那种感觉。危险系数很高，在他身上也充分体现了我们新一代六连人这种万难不屈、这种敢打硬仗、这种硬虎精神吧。在那么短的时间内，可以说就是，就是说进行一个所有的战术动作，所有的情况都可以分析到就是当时的一个最好的情况。杨树林一直带伤坚持到了比赛的终点，尽管他的速度没能超过另一组的对手，但跟在他身后的战士却一个比一个勇猛，都是超水平完成了就是说他的小组以内的任务，靠就是他们每个小组在最后把成绩给拉回来，到最后他们总评才赢了。所以说他如果当时退出的话，他们就是后面较大的优势他们就输了。那一天，当杨树林完成800米障碍被送到医院后，被诊断为右手粉碎性骨折。我当时眼泪一下子下来，其实我这个人是很少很少流泪的，基本上从来没有过。反正刚才当时感觉就是特别感觉对不起他，但是更为他那种精神所感动。因为问他痛不痛，他说不痛。脑骨就跟云了一样，就是骨关节。手术的三个月后，杨树林的右手还在进一步康复中。虽然医生建议他最好能回老家休养一段，但杨树林执意不肯，一定要留在连队，因为他想早一天能重返训练场，就像他从来没有离开一样。而和杨树林同一个排的新兵林兴祥已经被列为800米障碍战斗小组的人选，杨树林在战斗小组中的位置先由他来代替顶上。我现在在想，我跳下去之后是一个怎么样的？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你所担任的任务跟角色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轻的，我也是会义无反顾的把它完成下来。一下踏空。这一天一大早，杨树林开始教新兵林兴祥练习800米障碍了。害不害怕？是的，挺害怕的，挺高的，更高的地方。对，害怕，害怕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这种心理。
像训练这个科目的话，我第一次训练的时候也很害怕，但是你害怕去做的话，不敢尝试的话是永远做不好的，对不对？杨树林也重返训练场，新兵林兴祥也如愿加入八百米障碍战斗小组。后方山体坍塌，依山而建的酒店被推出十米后整体倒塌，一片废墟中两名值班人员身陷绝境，打乱碎石，钢筋纵横，这两名被困者随时面临什么新的危险？武警消防官兵的救援又有什么超乎想象的难度？军事纪实下期播出，废墟里的孤寂。